对，那只夹一只手，夹一只手。哎、欸，你差一点就要变鸡桶哎、欸！你只要把手伸上来就变鸡桶哎、欸！嗨，大家好，我老秦，现在我人已经到了桃园棒球场。今天的主题日非常特别，而且非常可爱，就是 Girls Day 女孩日。这个主题日呢是特别为女生设计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女球迷，今天一进场呢就可以获得一件专属的 Girls Day 球衣。而且球场周边呢有多达15家否女生的市集摊贩，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逛起来。除此之外呢，现场的商店还有贩售很多有关女生的球衣，而且都非常的可爱，我自己超喜欢的。就连韩国有名的 DJ Soda 都来帮我们穿搭了，超期待今天的女孩日，好希望球赛赶快开始。今天呢，因为是女孩日，所以呢，现场也有这种很可爱的拍贴机，然后里面你有不同的滤镜可以选择。拍贴过程呢非常非常简单，你只要跟着它的指示去拍照就可以了。但它的设定的秒数非常的快，可能要预防很多人排队，所以它秒数就设定的非常的短，所以在拍照的时候大家就是要赶快换 pose。 只是这个空间因为真的非常的小，然后里面没有空调，所以会真的很热，蛮闷的。拍出来的成果我也很喜欢哦，其实很可爱耶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拍贴成果，超级可爱，而且它还有帮你自动美耶，所以拍起来真的还蛮可爱的。把它贴在我们的无框画上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，我们的影乐今天要开球哦。紧张吗？紧张吗？我们现在来到了牛棚，要来练习。影乐加油！好。我在这边拍他们练球，有这种很恐怖的感觉，因为很怕丢过来我这边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很厉害耶！哎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哎、欸，很好哎、欸，你丢得很棒哎、欸！帮我拍到，有帮我拍到，有差点丢到你的，剪掉啊！不会一定留好吗？我的教练 Abby 教我。哦，是 Abby。要好好丢啊！我比他还紧张了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可以。跳跳跳！银乐准备开球。球赛准备开始，我跟 Rina 已经换好了这一次的球衣。那这一件球衣呢，就是进场会拿到的专属球衣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以往都是进场就会拿到正品球衣嘛，那这一次是因为天气不定的因素呢，球队希望每一个进场的球迷都拿得到，所以才改在五局中场。那大家也要抓紧时间，五局的时候赶快确定好自己的 size， 然后就可以去兑换球衣喽。今天的天气真的很棒，能顺利开打真的是太好了。因为原本就是台风来，然后其实非常担心说，哎，今天球赛会不会就这样泡汤没用？好险，现在的太阳很棒棒，阳光明媚，顺利开打。这是这一次的 Girls Day 活动扇，而且它扇子下面还有附这个球衣吊饰，超级可爱的。各位，我们再拿一分，现在2-1领先喽！
局才开放兑换，现在一局就可以去兑换了。排队领取的朋友们要遵守秩序，注意安全啊！我们跟着鼓声的节奏一起。现场大荧幕也有这种土味情话，各种土味情话在线。注意安全，来打了！现在是4-1，耶！今天奶奶来上班，没有下雨。又是我胡椒哎，怎么讲？从纽约回来一趟不一样了。对，果然喝过了洋墨水就不一样哎。而且我去纽约的时候，我们离开纽约，纽约就时代广场大淹水，而且是就是百年难得一个的大淹水。然后我的神秘力量就留在那里了，一次给他们了，一次给他们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魔咒已经破除，太好了，就留在纽约。兰兰现在要示范高速灵力跳吧，因为我刚刚请教了一下总监，说使用高速灵力要怎么协调的跳，他说你跳得很好啊，对啊，跳得很好，然后踩在重，没错，正台上，来跳一次，一二三。对，那只要夹一只手，夹一只手，哎，你差一点就要变鸡桶哎，你只要把手伸上来就变鸡桶哎。手包酸包，我明天这两只一定会超。你等下吃饭会不会这样？我刚才一跳完，然后我连滑手机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刚才这样看着，然后我手举不起来，手机在这，甚至拿不起来，手举不起来。今天球迷内也几乎满场，看一下这么多人，给你们看一个很有趣的画面，热区是什么样子？这就是热区。所有相机大炮全部对着女孩，
就给我再另外给我点眼药水。哎呀，很棒，今天胜利了。对呀，四比一，连四胜，连五胜，今天的话就是连五胜，耶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庄庄竟然来了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啊永多持平的，今天第一次夺，胜利就是爽，五连胜，五连胜，我回来感受到了，没错。放大了，静雯。